我觉得我好像拿到一块拼图，可是我现在还不知道要怎么去拼。一场权势的斗争，我靠我的能力保护我自己。我们之间还要这样怀疑对方吗？一宗凶杀案，真的不知道可以相信谁。谁会是牺牲者？被谁干掉你都不知道。你凭什么？冷静点。你会有麻烦的。或许这块拼图根本就不应该被拼上。你那边怎么样？我这边 OK。新加坡片8月26号起，晚上9点，8频道。你也可以上 Togo 优先观看。两条剧情相连的故事线，看完了8频道晚上9点的新加坡片，继续收看优频道当晚10点播出的《你那边怎样，我这边 OK》台湾片，让你更了解两线故事的发展。